咳嗽吗？嗯，基本上不咳嗽。有痰吗？没有痰。憋气吧。嗯，不憋气。越活动活动，我感觉是越好。吃东西呢？吃东西正常，可以。睡眠呢？睡眠可以。大小便呢？大小便正常。我快舍得。卷起来，哎好。最近查肝功了吗？嗯，最近没查肝功，肝功就是只要吃他那个氨基酸阿里替尼啊，他就那个胆固素高，其他的都正常。但我现在我是吃20天，我停10天。嗯。我一直查着以后，我一看那个规律出来了，但是每天还吃着那个，司美泰，那。护肝的呢，保肝的。中药里我也给你加了保肝药。哦。谢谢老师。我吃着这护肝的药，老吃他那个西药的话，他那个胆红素还是高。他是他损伤嘛。啊。初次的时候就能转氨酶高嘞，吃了3盒药，降下来以后一直在没增。那些药物都对肝肾都有副作用。啊、哦，这就是解小便的时候，我感觉不如它解得慢了。嗯，这是对肾的问题吧？对。哎，李教授，那吃那核桃的话，我可以吃吗？核桃可以吃啊。生的好是熟的好？核桃。啊、哦。那无所谓吧。可以喝点茶吗？可以啊。喝什么茶呢？这个季节就喝普洱了，熟的生的，熟的，熟的，熟普洱养胃呀、你这胃一不行，那养胃。普洱，陈皮普洱最好。陈皮普洱。对，就那个橘普。就里边有皮里边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好，我明白，好的。啊。